要列队，要感觉要回到那个1971年，对，那拿这边买票，走走走，哎呦，一同去郊游。这个所有的建筑，这个大门都没有变，嗯，哇，但它这个其实算是他们的旧门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现在新门已经到后面去了。看到这个小童，现在是100多岁，100岁，对，哇，小时候来这边就是这个景象，对，但是不知道呢，那一只河马可可还在不在？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河马哈便便哈，是用它便便的时候，然后是用那个尾巴一点点这样，对对对，然后一直把它切断，对对，擦屁股，哦，对，就是在这边看的。他们已经没有在买动物了。是哦。对，现在呢有很多的都是人家啊，大家交流的，或者是说可以亲近养、弃养的。对。嗨，帅哥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盛哥好，威廉好，罗兄你好。我在1971年的时候曾经来过，当时呢有一只河马叫可可，可可还在吗？可可他过世了。可可过世在了，你的童年。可他年纪大了，年纪大了。我算起来到现在也已经几十年了哈。对啊。头鸭是野生自己的，这些头鸭是我们自己的，但是你像现在看到的那些鸽子或是其他的白鹭鸶，像水上面那只白鹭鸶，所以刚刚罗先生讲的，这里是有这样友善的环境，对对，他撒了饲料之后，鸽子要来这边分食就来了，就来这边吃鱼，环境不错。刚刚有发现他走到哪里，那些动物一直呱噪的，友善的环境，对对，他撒了饲料之后，鸽子，他是认得你，应该算是我们工作人员，就是常常跟他相处，然后我们都会穿制服，所以对我们有一定的熟悉。这个冰箱里面呢，有这么多品种，是要给不同的对象吃吗？对，我们这边准备的就是我们今天动物的晚餐，盒子上面都有写。那这个就是我们马来猴的，吃茄子啊，然后地瓜。对对，这个圆形食物，这是谁的？恭喜威哥红毛猩猩！哎，为什么他不用切？他会自己，他会啃啃。对，我们红毛猩猩它比较接近人，所以我们食会准备比较大块，让它方便它进去。哦，这好 Q 哦、喔！你看哦、喔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你们这一盆是谁的？他为什么没有奇异果？这哦，这是我们哎，这只跟我比较接近。什么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哈，南瓜南瓜肉，贵瓜贵瓜都是白皮鸡。它这个就像是一个果菜市场在里面，那我们也准备去让他们吃点心。对，这是我们羊驼的点心，这个是猴饼干，是准备给我们的红毛猩猩还有马来熊跟浣熊的。而且呢，这个吃完了是可以配咖啡的，还没有加糖，人吃没有味道。那它这个又是有定时间要给他们吃吗？没有，我们点心是采一个不定时，然后不定期的去喂食。不然怕他们有期待感。对，就是避免他们只要时间一到就在原地等着你来喂他吃东西。所以这些动物到日本已经很辛苦，因为日本都是吃定时的。哎，它平衡感很好，对，它可以站很久，单脚站立。对啊，因为那个脚蹼很大。对啊，它跟你阿姑很像，你阿姑也会单脚站立。金脚站。好，那前面就是我们的马来熊，它是那个。好可爱哦，马来熊。帮我用撒的，撒往山上里面撒。他们会自己去找。好可爱哦，马来熊。这边给他多一个。来来来，因为他那个手，这看起来感觉是在山里面去拨地上的东西。他的手比较适合爬树。爬树的，他爪子很长，都会勾进树皮里面。来，这我们红毛猩猩熊大，这只也是弃养。
哦，对，其实我们园区有收了很多早期民众他们自己家里面饲养的一些宠物。嗯，对，那后来因为有动物法之后不能饲养，那我们动物园就是提供一个收容地方。对，难怪这边有很多一些小朋友在走来走去。对对对，都是爸爸妈妈不要喂，不是爸爸妈妈带来的啦。嗯，哎，熊大，我丢过去给他，他会吃吗？你尽量往中间的地方丢。对，熊大，有，他是很有智慧，对，他很聪明，他会知道，他知道能不能吃掉。熊大，哎，一定，哎，你忘了你在花莲输我，输很惨。哇哇，一个，一二三，我是明星棒球队，来，以后天柱就带来熊大，有了，熊大，啊，下去捡。熊大有没有看到熊大？很可爱耶！好，好的，你觉得？我觉得你非常友善，刚刚有几个丢到他的头，而且果然我丢第一把的时候，他有一点。那熊大它只有一只，是吗？对，因为红毛猩猩它算是独居型的动物。哦，它如果没有成家之前，红毛猩猩都是单独活动。是啊，对，那公母交配成家之后，会是以小家庭，就是爸爸妈妈，然后带小朋友在森林里面活动。哦，算是比较都市型的啦，就小家庭，小家庭式的。而且他们会欣赏这个画作吗？好漂亮！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其实旁边的画都是他们画的。吃吃吗？吃。他们看到我们不熟的，他就会跑很快。哎，那他们比较不习惯从人的手上拿东西吃，因为要丢，所以他们会吐口水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帮我们把食物放在哦，好上面的平台上面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哎，好近距离哦，吃的津津有味，稀里刷啦的，而且他们都不用穿烫就直接吃，直接吃生菜沙拉。他什么时候会出来自己游泳？你们现在看到他上岸吃饭，反而是比较难得的机会。难得，一般都在水里面。他一般白天他都泡在水里面休息。哇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他的全景哎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，乐乐，乐乐，其实河马会听得懂哎。对，他大概都会知道我们在叫他。乐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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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礼物。乐乐，如果你认识刘素娟的话，麻烦你等一下下水。好可爱！哎，他真的认识你妈哎！他几岁了？34。34岁。一般河马可以大概多久？大概40-50。在动物界算长寿哦。算。而且我们今天看到完整的。嗯。他在路上下水了。下水。哇哇！他好像一个大水牛。而且你看到他屁，他的尾巴是一片的。它就是那一片呢，刷哦，雨刷就是刷屁股的。哎啊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动物园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动物？少是有翅膀的，对，就鸟类我们这边都没有放。哦，这里就因为没有笼子，所以你就会让它们就自由的。对对对，我们鸟类的话，我们就是让其他就是借给其他动物园。我们有特地把一个以前观鸟类的笼子留下来。哦，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笼子，现在我们拿来做什么？这变成一个人生教育的基地。对，如果你被关起来了，你现在呢怎么样看外面的世界？然后呢，你在里面呢，所有的世界人都在看你。这个也顺便可以跟你说，如果你不自由，即使你这里环境再通风，你也会觉得难过。京剧里面有一句。我可比笼中鸟，在这个角度里面，好像有点要忏悔的感觉。我们要更友善。对，希望所有的动物园呢，就不要再买卖哦。这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。嗯，没有买卖，没有伤害。对对，我们让大家呢都有尊严的活在这个世界上。
特地准备的，就是我们餐厅特色的动物造型的鸡蛋糕。哇，动物造型的鸡蛋糕，城门鸡蛋糕，36把刀。哎呦，我这个是，这个是栗子，那么栗子哦。哎，我这只是乌龟，鳄龟。哎，里面还有包栗子哦。对，还有cheese的原味跟有包cheese的口味，在这边还可以吃到点心。对啊。那我们一直玩到所有的动物都下班了。对啊。坦白说，我真的觉得在这边的动物不。他们开心，我们就是人呐、啊，大家小朋友、大朋友、小朋友看了也会开心，那很重要。你们饲养员也会开心吧？对啊，会，动物开心我们就开心。小龙哥哥，就谢谢你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事前呢，知道有这么样一个地方，但没有想到来了之后，更让我讶异。可以带很多朋友来，他们有不同的需求，这里完全可以满足。该有的娱乐或吃的，这个真的完全性的一个享受，各种选项都有，无可挑剔的。小顺早，威哥早，我正在弄早餐给你。哦，我远远的就闻到人家早餐波汁的声音，美妙的味道。现在弄一个简单的那种法式蛋吐司。昨天睡得好吗 ？Very 好。你要从小我就是一个童子军，我太喜欢这种山林野地了。因为呢，你如果真的住在那个帐篷里面。就会觉得地气很重，对对对，但是睡在这种露营车里面啊，那个床也太舒服了。你看它刚好是被四面都被山包住，像是在山谷里面，这里是真的是像仙境。其实我觉得这里比较绝妙的是，这里离市区不远，对啊，应该半个小时以内就到了，对。这边过个桥就到内湾老街了。我们会以为说这样的环境应该要上到1000多公尺。那个 Seven 那边就是内湾老街。对啊，内湾老街。好扯哦，那只能闹中取静。然后来这边呢，可以在营区的那个服务中心订火锅料。烤肉的料，你呢？人来就好，不用那么复杂。这种懒人式的露营是最。人来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哇塞，真的烤肉哎，太爽了！哎，我们看他们的房型长什么样。好。他们整一群人都住在里面。哦，这里坐那么多人哦。两个，那怎么可以睡8个？这边我们可以搭到8帐，哇，这边有原住民图腾的，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泰雅区，每一台车可以住5个人，而且这样的感觉好像等一下经过野生动物园的，真的会有大象。天象区，那有5台车，所以说可以同时比较大家族的可以整个这边来包区，这边的广场也很宽敞，可以做一些团康活动。每台车我们都有提供网络电视，生活的家电用品也有，真的不管天气热天气冷哦，我们都可以来露营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变频冷暖空调。对，我们营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多功能的娱乐休闲车。
荒诞了，这顾龙都来。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各位观众，来，我这个没有坐下来摸一下是不行的。来，我们这张是电动麻将车。从水面抓三只，抓三只，对，看谁比较准。九条。这应该是东吧，六万。好，我知道，这是10000，这是80000。哎，很准的。等一下哦，40000。哎，我刚刚不是闻到了一种精油的味道，是闻到一种汗的味啊。啊，六条。哎呦，终于有摸到一个。很多人来这边会流连忘返，对啊，可以很多一群一群的朋友们来，那他每一个人的这个兴趣就是会有不同，有些人卡拉OK 的就卡拉 OK， 对，那小朋友在外面奔跑，那有些人就先喜欢这个坐在这边，而且呢，有一些朋友他就喜欢说他想把这一次出来录影的钱赚回来嘛。这个太炫了啦！嗯，哎呦，太有趣了！哎，哦，哎哦，唱起来了，唱起来了！哎呦，他就连灯光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真的太有 feel 了！你跟他说这个是录音区，他不会相信。这个就像是一般的 KTV 的包厢，已经把所有人在家里的需求，通通搬到野外来，真的。对对对。咱叫恁妈妈来家煮饭给大家吃。虽然讲是无声，虽然讲是刘素娟，伊一天甲万老四更，伊的苦来菜内底无光阴，恁妈妈无声，会使叫阮阿母来遮跳舞去跳舞，予大家看。你的皮敢会伤大伤？啊！哎呦啦啦，哎呦！太嗨了，太嗨了！哎，我刚刚以为，我从忠孝东路哪一个空间走出来？对啊，一出来又哎，怎么又露营区了？对啊。我们这边来到是我们的温泉区，是哦，温泉区。我们这边温泉区前方是一个日式庭园的一个造景，然后一些客人哦带小朋友来这边喂喂我们的锦鲤啊，不错。来，我们往这边走，来，哇，很隐秘耶哈。对，真的是，而且我觉得你们整个建构包罗万象，真的。外面看以为小小，里面有这么大，哇哇哦，哇！你看，看嘛，而且它加工器好大哦。对啊，这么大一枚，它应该可以游泳池了吧？可以洗6个人。它这个是游泳池，因为它这个隐秘性真的够，而且这样子很自然的感觉很好。河堤的旁边，哇塞，吹着九降风。现在我们在那个香山的海岸，嗯，然后呢，在前面呢，把海边弄了一个赏蟹步道。哇哦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生态，嗯，然后呢，爸爸妈妈呢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做一些亲子互动的游戏。对，同时间应该也可以跟他们就是讲一些生态的教育。我们这边要停一下。哦，是吗？那我们要去找蟹喽。OK， 这里。哇，吹这个九降风。是啊，嗯，你有看到？嗯，这里呢一整个呢
现在正在大退潮啊。这里有两个时段是超级美的，是一个就是夕阳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是退潮的时候。哦，为什么叫做赏蟹？因为这是江山地区呢，因为呢所有的好朋友都知道，这里只要一退潮，你看，这个叫滩涂地。哦，这里面的生，对，生物很多啊。嗯，它里面有滩涂鱼，有招潮蟹。你看招潮蟹最喜欢唱哪首歌吗？这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不是，不是，再会。再会，难闻难离在心底。而且呢，是整个那个呢，真是万蟹朝中啊！哦，嚯，所有的人看到你，一直跟你招手，招手，然后跑出来，然后一直呀喳喳喳喳喳这样子。对，哦，但是生态非常的丰富啊。是，它本来呢好像是可以往下面走了，但因为我们来刚好不巧哈，风太大，风太大，然后加礼拜一公休。哦，公休，公休，公休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嗯。肚子饿了没有？有啊，会啊，饿啊。马上带你去吃一个不一样的乌鱼子。乌鱼子这么高级的东西，那不是开玩笑的。走，哥哥带你去。走走。这是一个最靠北的黄金海岸 cheese。吃到这个，还有这个乌鱼子酱，真的是让我有点惊为天人。你在那种绵绵的、稠稠的里面，那种感觉，咬起来真的是，那种滋味真的是非常的芬芳。到了到了，OE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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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！哎呦喂呀！你好你好，嗨你好，孙哥威廉，哎，你好老板，幸会幸会幸会。怎么在乌鱼子的工厂里面，看到这么多采茶姑娘？对啊，他们在弄柿子是不是？它抹盐的这个动作呢，是为了让它保存的期限吗？还是脱水？脱水，防腐，就是降低里面的水活性，不让微生物去利用。阿姨爱不阿姐，安那看安那不啊？辛苦，嗯，对，三天稍微抖掉，稍微抖掉，然后再放回原来，再放回原来的位置，没关系哦。哎，拿起来才跟那。要把它抖干净。哎，稍微抖一下。不要拿头哈，这里会太咸。拿尾巴。哦，拿尾巴哦。对。安内的后啊。哎，对。哦，啊抓这边是不是？对对。哦，很软绵呢。啊，这也在几家家，也在几家家。抓是没关系，就拿起来的时候，不要抓这个。哦，好好。你们做多久了？这个抹盐。做很久。小时候做到现在。十几年有了。哦。啊，大哥，你自己嘞，开营业多久了？这个，我们那个家传30几年。哦，家传30几年。那我是10年前青年返乡回来接手。要反过来，对对，血管要让它在上面。那个筋，那有固定上来。哦，那个有，哦，那个筋要放上面就对了。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压下去？压下去比较好看。对。哦。哎呦哎，就筋要这。这个血管要上面，我觉得碎冰了。哦，好，哦，对，还要前后交，要看隔壁，看我鼻，啊，从喝血要到上往，你帮来哦，这样压起来了，它的脉象才会好看，是哈。所以我们这个是以养殖为主哦。对哦，你现在很多其实都养殖化，野生的捕捞量真的大不如前，大概跟20-30年前全盛时期相比，只剩下不太一样。5%，5%哦，剩下5%，那么多，对，可能跟气候有关吧，污染啊，气候还有人为的关系。比如说中国大陆那边也会开始先抓还没有完全成熟的，在小海台湾。因为它是回游的，所以经过哪里，如果先被拦走了，对，可能就会产量就不见了。真的能够回游到台湾的，相对来讲现在越来越少。越少。顺哥，要不要猜猜看，乌鱼要养多久才可以有这么大的乌鱼卵可以收成？2年要不要？有人是养2年的，没错，但是我们这里是3年至4年，它相对来讲有比较大的乌鱼卵可以取。从开始这样压到风干，大概要多少工序的时间？像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。我记得这以前感觉好像更久。我们就是很仰赖新竹这个地方独特的风土来制作。
这边就交给你们，那我来准备料理的东西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还想说缺人手呢，你不要装忙哦。花蒜一朵的，马叫一匹。那请问这个的单位是什么？一定不是一个嘛？这个闽南语啊，嗯，它讲的跟香蕉一样，嗯，剩鼻啊，鼻一鼻。啊，所以他们在乌鱼子的时候都会唱一首歌，嗯，一鼻呀呀，一鼻一鼻呀，一鼻呀呀，不是吧？一鼻一鼻的才一对啊。规个工厂拢无人啊呢？对对对，所以咱闽南就直接拢不走，不走。哇，热情的志豪哥，马上准备了两碗饭，好，一定是你一碗我一碗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，一定要考考你一下。这个就像沙茶酱啊，所有的乌鱼子通通放在里面了。乌鱼子的 XO 酱，哒啦！哇！那我们就先不客气了。你干嘛吞口水？自己没夹给你。其实我刚才吃，你看人还没到。好好吃哦！对，它是乌鱼子跟干贝去做的。一般有时候 S O 酱会那种太咸，有没有？但是这个咸味就来得很舒服，怎么会吃到笑出来呢？哇，好好吃哦！对，哎，真的超好吃啊！香型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吃米饭了。对啊，而且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其实它就是我们卖相比较差，或者是稍微油一点的乌鱼。这还卖相比较差？对，去做成的。你这个要不要考虑跟我们出个联名款？或许你知道吗？或许我们希望的协助好朋友们能够分享得到。我买一打，嗯，那你好不好？入围，嗯，达成协议，顺哥打十个，打一打哦。打十个，打我快打十个，打上狗，我快压门了。我舅舅上身了，舅舅，来来来，来舅舅加上低碳五，这次会卖几个呢？阿姑咧，阿姑啊，你也退，你干嘛收大奖？哎，哦，一斤，一斤，哦，哦，一斤，干，夯起来，夯起来，夯嘞，这很好吃啊，我很好吃，真的超好吃。哎，我们两个不是来卖东西的啦。哇，这边有很多酒类哦。因为那个顺哥为您来，我准备比较特别，比较好，对，高级的，准备好人一瓶一千多，哎，哦哦，多加多，不小港珠，加巧嘞，哇 ，whisky 也是 OK 的 ，OK， 那这我们自烧的前置作业就是绍兴啊、黄酒啊、米酒、高粱，不要用红葡萄酒就可以，哦，一般我们就是静置大概3到5分钟，哦，就可以。其实料理乌鱼子有基本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跟它装熟，跟它装熟做好表面功夫。一般我们在家里煎的话呢，就是表面煎到有变色，讲均匀的有变色就可以起锅。现在是在用自烧的，其实这个沫是它本身的天然的糖衣，它是可以吃的。那我们把它烤得有点微焦，它就会带一点鱿鱼丝的香气。你会发现我这两天怎么好像不平等待遇这样？是，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就一个更熟，一个不半熟，这样可以了。但切的时候呢，尽量稍微有一些厚度，不一定要像那个餐厅那个那么薄，切大薄片那样。这样就可以试吃了，是？你看，是。你看它的断面很透亮。对呀，哇，这个很像琥珀色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带一点湿润感，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刚好的熟度。我闻粘牙，里面非常的湿润哎。等一下，能不能请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吃一下？没问题，没问题哦。要不然他们现在用凶恶的眼神看着我们。哇，各位观众，一片就让你到姥姥家了。
他的意思就是一吃就让你上天堂的感觉。它里面那种焦灼，就有点像那种糖心，有没有？对对对对，糖心蛋的那种口感。对。我会用黑糖在上面做一个大人口味的黑糖泥。再喷一下，对，让黑糖微微做一个焦化的感觉，然后它会融进去的，哎，真的，哦，那个糖也融进去了，哇！我这瓶是什么？橄榄油。哦，先闻一下，跟喝茶一样。嗯，它上面有酒香。它进去之后有一点龙眼干的那种感觉，那个黑糖出现的那种感觉，熏，一点熏的味道，而且它二次炙烧，它的那个 Q 度又不太一样。对，好，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不好好在那边享受，啊，很难呢，不要生气。我在家做个老瓜。我已经笑到老了，下次啊，我不想再看了，我想看到你，我想要看到你。我也有，亦或者他私底下是一个难搞的废物。哦，不要哭啦，看到你要高兴，就是现在啊，脱光就站在这里。媳妇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？假设我有媳妇的话，我是 OK 的。小姐不息地二十四小时不断线，强档综艺节目热映中，搜寻东森娱乐台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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